合租一亿一千万所兴建的家乡公所办公大楼，伫咧上岸是由馆长张华官，也为陈明文等等的电信人士主持启用真彩仪式。新建公所大楼伫咧前乡长王坤宏变更设计之下，最后定案为地下一站，地上五层的建筑，和公所建筑的宽度比正对面的这家分局搁较宽，而且嘛成为地方讨论的议题。总共开一亿一千万兴建的德佳公所新大楼，上由管理中华馆刘伟丹明文、局长张明德、德佳代理乡长桂良刚代表会主席陈宏杰等座位机关共同主持剪彩启用仪式。德佳代理乡长桂良刚表示，新建大楼是德佳公所第四代大楼，旧的公所使用超过40年，由管府争取内政部补助，在1904年拆除重建。新大楼由乡长王坤宏变更设计，成为地下一站、地上五站，建筑宽度引起讨论。最重要是服务精神，要能追上最高的水准啊！那当初的设计的时候是一定要高过这个他那个分局有发射台，所以他们这边。输人输阵，搁加迄个壁垒增啦哈，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提高服务品质是最重要的。这栋大楼安尼起起来会较悬，吼，含这个咱的风格吼，安尼小可安尼吼，安尼小可有比有平，啊无迄两日啦，安尼一个这个风格吼，啊这办公大楼后尾甲这个公所安尼合落去安尼吼，所以吼，所以看起来安尼吼，警察权拢有要平行政权较悬尔吼。今天我们刚刚也看到刚刚到任的江分局长也刚刚来哈，不过今天这栋大楼看起来呢，伫地理风水上看起来未歹，所以吼，恭喜各代理乡长安尼都来做这個代理风地方做了嘛，真平顺吼，啊地方嘛对安尼吼，真加娱乐就对了吼。德佳代理乡长桂良刚表示，新建大楼的建筑主体体属万里中山路。公司在一楼总共推出老相片回顾特点，像咱德佳人走入基地当中的时光列车，重温德佳繁华演进的历史。细心看见红德佳乡采访报道。